君怀念的歌曲，那我相信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。继续我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呢，非常的具有代表性，那这首歌也是大家呢一定不会陌生的一首歌。这首歌不仅是邓丽君呢她非常具有代表的作品，同时呢她也是我们今年建国100年全国票选第一名最有具代表性的歌曲。大家知道什么歌吗？跟月亮有关系。哇，你们都好棒哦！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好不好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献给大家，谢谢。飘我的心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，想你想你去看。